吸毒会拆散一个家庭，使人陷入贫穷的循环中，制造纷争，导致悲剧和死亡。毒品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，拒绝吸毒则是个人问题，人人都要向毒品说不。彭龙剑第七次戒毒出狱后，当时休假会跟着慈济志工做环保，下定决心给自己别于以往的人生。不料经不起有人起哄，在一次聚会场合被警察抓个正着。我就跟警察说，我在吃头路，今天我安静安心到韩松的话，那再讲伊出狱来去领，就是泡茶时的话，也会过世吧。一边伊只伫遐咧泡茶，啊，听到哦，自慈济的志工又死，伊话来给你讲报警出来，伊啊这个破状，来甲我的管理员写的时阵，哦，我来考干啊，因为我无地自容。同年，彭龙剑因为再度吸食毒品，第八次入狱。虽然我一直想要改变，但经过几个改失败加挫折了，完全都是原都被那个毒品给消磨殆尽的那种斗志，完全都没有，那亲像无魂无体的稻草人。咱人人自性心地风光啊，必定爱你好好将迄个无明烦恼、三界火体啦，遐个拢爱甲伊下去。你若无下去了，迄个三界火体，你都无法度呢，走入了空中大道，这菩提的境界，你都无法度呢体会到遍虚空法界的真理。既然出来呀，怎样法是好啊？嘛也要怎样爱断烦恼啊？烦恼基底。是不是一段应断呢？不一定。看看吸毒的人，吃毒啊，吃下去啦，苦啊，由不得自己啊，想尽办法，让伊去戒毒。哇，要戒毒的过程中，是这么挣扎，这么真苦。终于呢，脱离了迄个毒品啦，已经脱离啦。但是，互咱自由了后啊，但搁再看到过去嘅同伴，同款是伫咧吸毒嘅人，遮嘅人，搁再甲伊见面，真简单。手该一只嘞，来啦！本来呢是以为讲，哎呀，吸毒真艰苦，啊，对方也是吸毒、吃毒的人，我现在戒掉啊啦，我应该呢会当帮助伊也戒掉，所以戒到底啦。到底呢？是咱的力较强，还是那边的力较强呢？咱那是修修行的人，力还阁上少啦。
真容易呢，搁再互伊拖落去，搁落去，搁受苦啊！同款不能自拔啦，钉钉塔塔，爱搁再重新来，同款爱搁苦，这种呢，来来回回啊，那假道。解毒禁不住，再吃毒再戒，亲像安尼，拢是呢，无法度真正断。我阿上尾一日看站的时阵，我的老母啊，伊去讲回家的时阵，安尼讲。伊讲龙姐呐，你敢知妈妈即摆真多爱你伫内底，啊，即句话真深，刺入我的心内，互我了解着讲，原来上迄当阵无人要插我，只剩这老母啊，啊，才发现着讲，上爱我的人，确实我是上爱上亲的人。原来食药啊，甲家己想要做啥物工作，毋是影响家己尔，甚至。是我看袂到，较早拢无察觉的，是伤害我、伤害我的人。那么如今有这个彻底的锥心之痛，然后又配上生命中的贵人给我的方向，蔡先生赶紧操心之痛啊，那给我的就是一个人生的方向，然后再从旁慢慢的辅导我之后，我才能够慢慢的建立信心。彭龙健第八次出狱后，来到这间卖素食的小吃店工作。老板蔡天胜、林朝清也曾经与毒品为伍，他们幸运自己能够重生，以过来人的经历陪伴着龙健和店里其他更生人。我在监狱里面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为什么我戒得起来，你们戒不起来？我这是自我管理的问题。我戒得起来，他们为什么戒不起来？这当中我探讨了蛮多的时间。其实就只有两个字，叫做戒。以前这吸毒念头就是说，我吸毒，我又没去害到任何人啊，啊，我们又没有作奸犯科啊，为什么要吸毒被抓到还要被关呢？所以那个内心是充满说怨恨。啊、不知道说我们个人吸毒是影响到很多人，包括亲戚朋友家里，因为吸毒到后来就偷嘛、抢嘛、骗嘛，啊，为非作歹，啊，自己认知就是我没有做那些事，你在因果啊，啊，现在懂得因果的时候，就是说一个戒律出来，有个戒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到时候才会帮我去克制自己。要安怎会当防止做恶业呢？那就要心观欲门，开启智慧的门。这个欲心啦，要把它制服下来。所以咱过去嘛，一直伫咧讲戒律，戒就是防非作恶啊。一种戒律呢，保护咱的慧命，防止咱的心呢，去啊做着错，行着偏差的路，所以咱需要戒，所以咱有菩萨戒嘛。你要做菩萨啦，都爱守护安尼的戒。唔知修改，咱爱搁在推行，推行爱，欲关起来啦，无色的大爱呢，爱开开，那叫做菩萨道。所以菩萨啦，爱训练出了不舍众生受苦难。咱定定讲过去嘛，菩萨所言，因苦众生，因为
世间多苦难的众生，才着有需要菩萨出现人间呐、啊。所以菩萨来人间呐、啊，伊的因缘呢，嘛是为着苦难的众生啊。既然咱来到人间，咱依佛有缘，选择佛法，所以咱要行的这条路，就是叫做菩萨道。所以咱必定要培养这念呢，不忍众生受苦难，这个不忍心嘛，咱来培养起来。无忍心众生受苦难，叫做悲悯心。记得上人在思想理性里面有讲过一句话，用孟子的一句话：“无善良与无之浩然之气。”他说：“我每一世的爱，要比每一世更宽更广。”哦，所以说我就学习起来了。那你必须要再展开你的心胸，包容度更有一点，然后更爱他多一点，这叫慈悲心。当他体会出来，他的朋友当中只有蔡天胜是他最好的朋友，当他无助的时候，只有蔡天胜可以给他依靠，那就我们成功了。也不是我个人的因素了，其实周遭的师兄师姐给我的力量蛮大的，没有慈济人当我的后盾，我还是不行，一直在挫折当中。但是每每看到他们成功以后，你那一种欢喜充满，那种喜悦不是笔墨可以形容。找到自己的方向，人生的方向的话，也不会就是让自己有空洞的时间去请康请康啊。转迷为悟啊，要多久？即使是一念之间啊，但你这个一念之间，你要又花费多少精神，让他的念头去转过来啊？就是教育。你没有教育，没有法，根本没有办法让他转念的。林朝清口中的教育，指的是良知的启发。当一个人理解自己的作为可能伤害自己和众人时，他会再三思索，重新选择。因为我相信人性本善，只要你把那个善念启发出来的时候，他走的人生一定不一样的。只是被那个一些五欲六尘啊、财色名食是把那个心包住了，没有办法把自己真心显现出来。法亲像水，会当净得心故，会当清净咱的心，会当洗掉咱的无明，咱过去的错误。就是一念的无明偏差，所以才会做错事啊，甚至呢去吸毒吼、去吃毒啊，这个吃毒呢，损害了家己的身体，带给家庭的困扰，也扰乱了社会，这未平静。所以，敢那一个吃毒啦，就对自己的损害真大，对家庭呢、父母啦、家庭的人呢，困扰真多。那社会呢，也因为有吸毒的人呐，所以呢，社会大家人呐，听到讲哦，有吸毒啦。就是真欠人嘛，唔敢用伊啊！啊，就是呢，看到这个人平时真好啊，咱会当来甲伊做伴。不过呢，听到伊吸毒啦，啊，就远离伊，真呢害家己呀！搁再呢，对家庭、对朋友、对社会等等啦，产生了呢。
不信任，实在是苦不堪言啊！师父常常听到那个吸毒人啊，戒过了后要戒呢，实在是真困难；要戒呢，真正是真挣扎。那个过程呢，要受了一段真长的时间，身躯的折磨，那种呢痛苦的忍受呢，才有法度讲吼，戒清楚吼，戒掉呢，戒个清清楚楚。但是呢，戒掉了后，那个后遗症啊，也搁伫咧哦。那现在造成我的自律神经、中枢神经都失调，很敏感，因为他又不是大病，但是他会要人命，让你有时候会心律不整啊，胸闷啊，会喘啊，头晕啊，我的血管都已经找不到血管。那现在我如果要打针啊，哦，还要抽血，抽血要抽动脉，那打针的话，打营养针都要打脖子。有一天啊，这些人一碗来吼，登去花莲啊，就跟师父分享，我就讲吼，恁拢已经解清净啊，即马真解脱啦吼。因就甲我讲，师父，这个吸毒、食毒了后中毒真深，这呢对身体啦无法度解脱，对心理呢我是解脱啦。我讲身体是安怎？伊讲师父，你看我的血筋吼，拢是沉落去的哦。我呢，这个筋甲骨啊，定定呢，都是真痛苦，伫咧发作迄种的苦吼，是不堪。言说无法度用语言来叙述吼，是足痛苦的啦，定定会发作。但是呢，阮的心已经解脱啦。在小吃店里，林朝清除了传授厨艺，也利用每个星期的休假日，和蔡天胜带着店里的同仁走进监狱做关怀。到环保站做志工，将行善行孝不能等的观念一点一滴注入在他们的心田里。我说你如果懂得孝顺父母的时候，你不会去沾毒品。分解回毛，我就是在逛你们啊，把搞我的亲身经历跟他们讲。有时候要带他们出去做环保，把他带着看我出如何出去陪阿妈。做阿妈，我阿拉去游下阿妈，做阿你看，我要把如何让妈妈欢高兴安心啊，这是属于厝顶人讲的嘛，不要让父母亲操心嘛，我要得留心，慢慢才会成长，不可能一时一刻啦，没办法一时一刻，可是长久以来一定会让改变他的命运，只要他肯跟我们在一起，只要他们肯进来做环保，他们人生一定会改变。你懂得做环保，就懂得低头，懂得弯腰，懂得洗衣服。哎，你像你话，根本改变，一定改变。人的心念要转变，并无困难啦、啊。看看咱，有偌尼正多人，在人间菩萨。不只在社会呢，用家己过去捌经过有错误的人生，可能受苦过、吃过苦的经验，会当回头转来，甲大家人讲啊，我就是经过了。啊，呢，无顾身体啦，轻易摧毁自己的身体，等等啦，
啊，因缘呐、啊，予我回转人生，我搁转倒转来啦。咱有过了，知影苦的原理是安尼来，也欲预防人人受苦，我着将我知影的道理体验，我来甲你讲，维持你的幸福，或者是在苦中，我除了你的苦，予你呢心放得下，予你呢会当真自在，迄粒心啊，平安自在，过着平安的生活。这拢总是爱用法，用法。有的人呢，是用智慧去体会来；有的人呢，是因缘呐，家己的经验体会来。会当搁再甲大家讲，这呢，就是因为听到佛法，开启智慧。因为听到佛法啦，家己觉悟啦，改变自己，将经验来去甲人讲，彻底的认识自己。20年前所造的因，这一段路走得过来，虽然走得坎坎坷坷，有影经收入我，经我一份工作，我就做干部的啊。像上人讲的。昨天早上能够眼睛打开就觉得很感恩了。谢谢感恩哦，谢谢感恩，感恩哦，加油哦，道之境里面我们更学会了四个字，叫做感恩与改过，那感别人的恩，改自己的过。到后来走到现在了，都觉得说人生价值在哪里？就是在你有被人家利用的时候，就是你的人生价值。社会需要你的时候，人家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就是人生的价值。不在于你说你赚了多少钱，那个明星给不给钱啊？